请掀开经本第二十三面倒数第二行，二十三面倒数第二行，从第二句看起，言智持名号一心不乱者，名以招德，德不可思议，故名号亦不可思议，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故是善称为佛种，智持等不退也。这个以下是告诉我们修行的方法，也就是解释妙行。妙行就是智持名号，名号的功德不可思议，怎么晓得它不可思议？名号如果就字面上来翻译，它翻作无量，阿翻作无，弥陀翻作量，佛翻作觉。所以从字面的意思是无量觉，无量觉就是无所不觉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觉。这个名号不仅仅是称西方世界的教主啊，如果说教主有这个名号，其他人没有这个名号啊，就不能够说具足不可思议的功德了。正因为这个名号是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通通具足的，这是佛在经上告诉我们的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阿弥陀佛是谁呢？人人都是阿弥陀佛，个个都是阿弥陀佛，这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了。诸位想想，究竟觉、圆满觉，这才称之为阿弥陀佛啊，成佛了。那么哪一尊佛不是究竟觉、圆满觉？哪一尊佛不是无量觉？由此可知，原来阿弥陀佛是一切诸佛共同的德号，已经成佛的是无量觉，我们没有成佛的从本性上来讲是无量觉，没错的，我们只是把无量觉迷失了。今天用无量觉这个名号啊，让我们的性德再恢复，这如此而已啊。
所以名号功德是真正不可思议的。佛用这个名号，而不用其他的名号。其他的名号有没有这个效果呢？不能说没有。禅宗里面观心是一个方法，参话头也是个方法，念佛这个法门，念释迦如来也是方法，念药师如来也是方法，念毗卢遮那佛也是方法。为什么偏偏叫我们念阿弥陀佛？这要晓得，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啊，圆满。你比如念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号里面只含念三个意思。释迦是慈悲的意思，仁慈；牟尼是寂寞的意思，佛是觉。这个慈，这个仁慈、清净、觉，是这个意思。这是信德里面的一部分，不是全体。无量觉那是全体。所以无量觉里面能包括仁慈，能包括寂寞。仁慈寂寞里头不能包括无量。所以名以昭德，德不可思议，他名号就不可思议了。我们如果就事论事来观察，更容易体会这个名号功德的不可思议。在隋唐时代，是我们中国佛教黄金时代啊。大乘八个宗派，小乘两个宗派，都在那个时候成立的，各宗的祖师大德人才之多，修行人多，开悟人多，正果的人多，这是盛极一时。那时候有一些大德们讨论，在研究释迦牟尼佛，讲经49年，这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哪一部经最重要？这几乎修学大乘的大德们大家公认的华严，这个说法没错。华严讲的理最究竟最圆满，华严讲的事也讲的彻底，理事都圆融到基础啊，所以称为圆满的法轮，称为根本法轮啊。一切经都是华严卷书啊，这就说明一切经所说的都是讲全体当中的一部分啊，唯独华严讲得圆满。
方法也圆满。啊，这个教我们修行的方法，《华严经》里面说出2000多个方法，更难得的幕后还带表演。啊，善财童子53参呢，是做出来给我们看。啊，这样的教科书，古今中外找不到第二部啊！啊，有理论，有方法，还带表演，啊，做出一个榜样来给我们看。啊，所以它确确实实是最好的教材。同时，世尊在一切经里面讲到一生成佛，从凡夫一生怎样修成佛果，这句话也《法华经》里面就没有华严说的那么透彻，啊，《法华经》里面龙女8岁成佛，啊，所以讲一生成佛的就这2部经，啊，古来大德很聪明，啊，在发现《无量寿经》不寻常，《无量寿经》跟《华严经》做个比较呢，才《无量寿经》第一了。以这个法门修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，那不知道有多少人啊！《华严经》上看到一个善财呀，《法华经》上看到一个龙女啊，《无量寿经》里面看到往生的，真是无量人呐！那哪能比呢？啊，何况华严末后成佛怎么成的？普贤菩萨10大愿王导归极乐而成的。换一句话说，还是念阿弥陀佛成佛的，这么一回事情。啊，那么我们再看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一开端就讲德尊普贤，说明西方极乐世界通通修的是普贤法门，西方极乐世界纯以普贤菩萨。啊，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普贤菩萨，啊，凡圣徒下下品往生是初信位的普贤菩萨，一直到等觉。啊，因为经上说得很清楚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，就佛在经上明白地告诉我。啊，我们在《华严经》上看到，菩萨不修普贤行，不能圆成佛道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全部都是修普贤行。啊，所以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。啊，这个我们要认识清楚啊。啊，这就说明净土是华严的归宿，啊，无量寿经是华严经的结论了。啊，这一比呢，无量寿经第一了。弥陀经是无量寿经的精要，是无量寿经的精华。无量寿经是第一，弥陀经就不会是第二了。啊，
我们把它看作第一的第一，不为过啊，这个要晓得。那么这是古德为我们说出来，我们从这个方向继续不断地再去追问，《无量寿经》有48品，哪一品是第一？啊，当然是第六品。啊，第六品是阿弥陀佛48愿，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，全经的核心，全经的中心。世尊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，为我们说明一真庄严，你看他每一句话都没有离开48愿。不但无量寿经、观无量寿经、阿弥陀经，句句离不开48愿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三经就是48愿的详细说明，这48愿第一了。48愿里面有48条，哪一愿又是第一呢？这是古来大德几乎也是公认的，第18愿第一。18愿是什么呢？持名念佛。用这个方法了，我们明白了名号功德真正不可思议。我们再回过头来一看，意思就更明显了。整个的佛法不但是释迦牟尼佛的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法了，给诸位说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48愿解释阿弥陀佛的，无量寿经解释48愿的，大方广佛华严经解释无量寿经的，世尊所说的49年现在集结的一部大藏经啊，就是解释大方广佛华严经的。你这么一看，你才晓得这一句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啊。世间人会念阿弥陀佛的人很多，但是肯定名号功德不可思议的人不多。啊，他不了解。啊，虽然听说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究竟怎么个不可思议，他不知道。啊，因为他不知道，所以他的信心就不坚定。愿就不肯歇，念一声佛也未必能往生。啊，真正明白了，真正肯定了，他念佛那个心呢，跟别人的心不一样。啊，确确实实，如古大德所说的，一念相应，一念佛。啊，他念的相应。啊，为什么相应呢？因为他肯定了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他真的有认识，真的明了。这是我们从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仔细观察到最后，这一句佛号原来是他所说的总纲领。
一切经都不出这个名号的范围。所以名号功德就不可思议了。故时善善称为佛种，善称是很随便的念一句佛号，漫不经心的念一句佛号，像在《法华经》上世尊所说的，一称南无佛，见义成佛道。那个见义是佛的眼光看，我们看得很浅，只看到眼前，佛能够看到将来。佛看他成佛了，念这一句佛号的时候成佛了，念一声南无佛都成佛道，何况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那不一样啊。那个成佛道比一声南无佛就更快了啊。那么佛为我们讲这一句话了，它是有一个典故的啊，在我们佛法里面称为公案啊，我们一般人讲有一段故事，这是佛说，九缘界之前，这个时间太远太远了。曾经有一个樵夫，砍柴的，在山上砍柴，遇到一只老虎，老虎很凶，要吃它，他爬到树上去了，老虎不会上树啊。爬到树上啊，叫了一句南无佛，怎么样叫出来的？这一个种子经历无量劫之后，遇到缘了，因这个缘，他发心出家修行，后来证果了。这一个种子啊。那么佛说这个事情，再看看佛在大乘经上给我们讲的许多原理原则，比对一下呢，非常合理。佛不是说一切法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又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呢？有意无意念这一声佛号啊，也是从心想生。这个佛的种子叫金刚种子，永远不坏，遇缘它就起现行，它就起作用。那么我们的缘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深啊，这个缘非常非常稀有而难得啊！我们从佛这个原则上来观察，我们非常欢喜啊！欢喜什么呢？我们看到许许多多这个外教的啊，基督教也好，天主教也好，他们一生当中不只念一声南无佛。那佛的眼光是见义成佛道，他就不是外道了。纵然是谤佛、毁佛、侮辱佛，那个佛的种子已经种到他阿赖耶识里面去了啊。这个佛说得很清楚很明白，谤佛毁佛是有罪过的，那个罪过罪报完之后，佛的种子没消灭，还是那个种子，将来要圆成佛道。
由此可知，阿弥陀这个名号是圆满性德的称号。西方教主用这个德号做名字啊，劝十方一切众生称念呢，这个方法高明极了。我们把这些道理、事实真相通通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这个名号我们就非常欢喜受持，喜欢念它了。真搞清楚了，真搞明白了，所以这三乘就是佛种，成佛的种子。永远不坏，只是时间长短不定而已。他决定成佛，所以大家已经学了佛了，看到经上讲的菩萨了，要自利利他了，要自度度他了，想想自己又没有能力，怎么度他呢？能叫人念一句佛号，那个人就得度了。我这次在新加坡，新加坡净宗学会很难得。新加坡是热带，没有四季的，它只有一季，只有一个夏季，所以他们穿的衣服很单薄，我到那边去呢，发现呢他们那个穿 T 恤短袖背后写的南无阿弥陀佛，走到大街上，人家一看都念一下南无阿弥陀佛，你看看他度了多少人啊，那一件衣服穿在身上就度了好多人啊，有中文的，有英文的，前面是阿弥陀佛，后面也是阿弥陀佛，我觉得那个不错，很好他们还做了许多那个戒缘品的纸袋子上通通印的是阿弥陀佛，我要把它带了一点到台湾，是很好，这个想法非常有意义，这就自行化他了，要用心的，如何能叫大家有意无意把阿弥陀佛都印到阿赖耶识里头去，那个地方种族很复杂，宗教很复杂，你看连那些基督教、天主教、回教、马来、印度教他通通看到阿弥陀佛了，全都念阿弥陀佛了。佛的种子统统种下了，这个殊胜我们现在这边人还少，希望将来台湾做多做一些衣服的时候，我们带一些到美国来支持等不退也，如果能够一心支持，只是保持，只是坚固的执着这个佛号，念念的不
放松，念念不忘，这就是支持。那么也许有同学说了，这个很难呐、啊，那晚上一睡觉通都忘掉了。没错，那是你功夫还不到家了，真正功夫到家了，晚上睡觉佛号也不中断，做梦也念佛了。俗话常说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啊。这个做梦都会念佛，做梦也梦见佛，做梦也梦见西方极乐世界。如果大家能到这个境界，你可以相信你往生有把握了。能够在梦中念佛，梦中见佛，往生很有把握。这要功夫啊。我们为什么晚上睡觉啊就胡乱做梦啊，佛号没有了，我们的妄想杂念太多，在白天你不能够觉察啊，到晚上做梦呢，这个妄想杂念起现行，就变成了梦境了。还是自己念佛功夫力量不够，不能把这些妄想杂念扶住。扶住的时候，那个梦境决定不一样。总在功夫。这个功夫勉强不得。单单口念，心口不相应的，要想达到这个境界就很难很难。最重要是心要相应啊，心里头啊真想阿弥陀佛，真想极乐世界，给诸位说，那才叫念佛。念佛是心念的，不是口念的，口是嗔啊。这个地方叫善嗔啊，善嗔，嗔是口念，不一定有心，有口无心啊，嗔念。念呢，不一定有嗔。那换句话，念的时候不一定念在口上，心里头啊，真的记挂，那叫念。所以念跟嗔不一样啊，嗔就是我们今天讲念佛，是经典里讲的嗔佛啊，经上讲念佛是心上真有佛，那个叫念佛啊。你看这个观经下品下生章里头所说的啊，人业障很重，在临终的时候遇到善知识不能念佛，叫他称佛啊，称名，一生十生也能往生啊。可见的称跟念呢是有差别的啊，称力量浅，念呢力量大啊，力量深啊。这个支持是念的一心是功夫，
一心是定，不乱是慧，所以这一称佛号戒定慧三学具足。特别是不乱，这些功夫都要在平时去培养。不乱是不为世缘所乱。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，我不为他所乱，不为佛法所乱。佛法大小乘宗派不一样啊，道理很多，方法很多，我们接触了也不为所乱。所以这一点我们实在要感谢善财童子53位善知识，他们在华严会上为我们做了示范。53位善知识显示的53种啊完全不同的法门，善财童子学什么？善财童子学什么法门？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。那我们先问善财的老师是谁？文殊菩萨。他是文殊，我们俗话讲得意弟子。文殊菩萨的传人啊。文殊菩萨修什么法门呢？在华严经上，文殊菩萨是念佛求生净土，他的得意门生，他的传人当然也是念佛求生净土的。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看了，你才真正看到华严经的奥妙啊，把华严经的门道啊看出来了。再看他出去参访，第一个碰到的德云比丘，我们中国俗话说先入为主，这第一个善知识那就是他主修的，先入为主啊。德云比丘教他念佛法门啊，这印证他跟文殊菩萨同一个路子啊。向后这些善知识所表演的，实际上他所代表的就是我们从早到晚我们生活当中接触一切人物，过行过业，男女老少啊，53参就是这么回事情啊。我们接触一些事法，接触一些佛法啊，我们生活在这社会上不能不接触啊。接触怎么样呢？心是定的，一心不乱，绝不被他扰乱。所以人家那个一心不乱是怎么修成的？立思练心，不是坐在家里不出门你就能成了一心不乱，没有这个道理啊。立思练心的啊，这个参访就是接触啊，一接触你的那些东西一看我都明了，我呢
他老实念佛，哎，你修你的，我修我的，我绝对不会被你干扰，啊，绝对不会被你障碍，我还是一句佛号念到底，还是一心一意求生净土。五十三参真正意趣在这个地方啊。是处是法都不动啊，是处是法都清楚，清楚是慧，不动是定，一心不乱，他这么成就的啊。到幕后第五十三参遇到普贤菩萨啊，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，善财童子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地位呢？等觉菩萨啊，他那个五十三参每一这一参呢，他的这个地位提升一层啊。初处来参德云比丘，原叫初住菩萨啊，所以他的经历了五十一个地位。从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等觉啊，这么成就的啊，这是做出一个榜样给我们看啊。所以我们认识真的清楚了，真的明白了，真的肯定了，到这个时候什么法门接触都没关系啊，接触没有妨碍啊，啊，不但没有妨碍，有好处，成就自己的定慧啊，所以是决定得生啊，圆灯不退也啊，不仅仅是灯不退，圆灯不退。我们接着看底下这一段，然住经是净土性，这个事是指示开始净土修行的方法，万别千差了，如观相观想礼拜供养五回六念等，夜夜行程皆生净土。净土这个门非常广大，净土的教决定没有偏见。我们在无量寿经三辈往生章里面看到，使我们对于阿弥陀佛真的佩服到五体投地啊。这一品经里面一共有四个段落，前面三个段落为我们讲的上辈、中辈、下辈啊，《无量寿经》上讲的简单，《观经》里面呢就说的详细了啊。三辈里面又分三辈，就变成九品了啊。变九品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，实际上呢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品位是很多的，很复杂的，啊，这把它归纳，大致上归纳这个大分呢，分为这个三类。末后一段那就不可思议了。过去慈州法师
啊，在科判里面判作一心三昧，他这个判得很好，确实有见地。这一段里面佛告诉我，不是修净土法门，是修学一切大乘法门的。临命终时回向求生净土，通通得生。这个是法门，不一定要念阿弥陀佛才能往生啊！啊，有人问我，我们念地藏菩萨能不能往生？当然能往生。啊，念药师如来能不能往生？当然能往生。无量寿经有经文做证明嘛？啊，修学任何大乘法门，回向求生净土，没有一个不生的。啊，可见的阿弥陀佛心量很大了，不是说你不念我，你将来就不能到极乐世界。啊，念其他的佛菩萨不可以来，没有。啊，实际上讲呢，西方极乐世界唯一的一个条件就是清净心。无论修行哪个法门，修到心清净的时候，回向求生净土，西方极乐世界统统欢迎。这很了不起啊，完全没有障碍啊。我们在这一段里面能够体会到他的精神，能够体会到他修行的原则啊。方法多，千差万别。这个千差万别实际上就是包括无量法门啊。我们这个四弘誓愿里面讲的法门无量誓愿学啊，经中包括无量法门啊。因为无量法门都是修定的啊，在经中里面都是修一心不乱的。尽管他所用的名相不相同，他的境界完全相同。有了这个条件，这回向没有一个不往生的。底下是举例，观相念佛，观想念佛，这个是《观无量寿经》上所讲的，那十六观经礼拜供养无悔，我们讲无悔里面就包括了啊，就包括这个礼拜供养。无悔法门是什么呢？悔是忏悔，忏悔是佛法里面修行最重要的一个科目啊。说实在话，所有一切修行法通通是忏悔法啊。无悔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，十大愿望第一个礼敬诸佛啊，这个在此地不能细说啊，细说要等很长的时间啊。修敬呐，一切恭敬啊。假如我们真正想学佛，真正要求生净土，在这一生当中要成就，
一定要努力认真去学啊，学经。诸佛是一切佛，一切佛里面包括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佛。未来佛在哪里呢？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。我们对佛恭敬，对人不恭敬，你错了啊！那就是你在佛法里做个种，种个种子而已。你这一生怎么修都不能成就。为什么？烦恼习气不断啊！所以我们每天拜佛，拜佛的用意在哪里呢？我天天对佛恭敬，佛一定很喜欢我，那就错了啊！你一拜他，他也未必看到你啊，看到你他也不理你啊。拜佛真正的意义，是要我早晨起来礼佛，我对佛这种恭敬心，我今天一天当中要应用在生活上。对人、对事、对物啊，就像对佛这么恭敬，你真的是礼拜了。这么个意思啊！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看到拜佛的人很多，他是真的还是假的呢？如果像从前寒山拾得看到在外面拍手笑话，啊，这个拜佛像什么呢？像那个对呀，冲米一样上上下下。不起作用啊！离开佛堂，这个人喜欢，那个人瞪眼睛，那怎么行呢？那不可以吧？不晓得那是上课啊！我们在佛堂做这个做课的人是上课啊！上课学了什么？学了要会用啊，学以致用啊。要用在生活上啊，那个叫真的拜佛了啊！不能用在生活上啊，你对那个佛像拜就也白拜了啊！拜佛是修行，怎么个修法呢？原来是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把那个不恭敬的心、轻慢的心修正过来，一切恭敬，这是修行，修正我们不恭敬这个错误的行为嘛。所以今天学佛的人很多，得佛受用的人不多，为什么呢？没真学。学的都是皮毛，学的都是形式样子，没有实质，没有内容啊！所以真实利益了，他得不到啊！这是第一个礼敬。第二，称赞。这在《华严经》上，善财童子54、53参里面，我们非常明显的见到，礼敬确实对人、对事、对物啊，真的是平等的，一切恭敬。但是称赞，至少我们看到他对三位善友，就善知识，没有称赞。这一点很重要。他对于甘露侯王没有称赞，对于圣者婆罗门没有称赞。法所弥陀女没有称赞，
对这三个人没称赞。这个三个人代表什么呢？代表贪嗔痴三毒烦恼啊。我们这就明了了，称赞跟礼敬不一样，礼敬是外表形式的，一定要恭敬，称赞德行，他是善的，他是美的，我们称赞他，他是不善的，他是恶的，我们敬不称赞。这孔老夫子教给我们敬而远之啊，这个敬是真的礼敬的，真诚的礼敬，不是假的，不称赞，不称赞就不跟他学啊，不学他的啊。为什么要礼敬呢？因为他有性德，他有佛性啊，他是未来佛啊，我们礼敬祝福啊，所以这个礼敬跟称赞差别在此地啊，因为他真的有德行，真的是善，我们称赞是大家都会跟他学啊，令一切众生都能得利益啊。那我们看到这不善的人恶人，我们不称赞，别人一看就晓得，我们对他敬而远之，不要跟他学，也是利益许许多多众生，指点他不入歧途啊。佛法菩萨用的这个方法非常和善，不出恶言啊，用这种默默的来启示大众啊，来点醒大众啊，方法非常和善。第三，广修供养啊，你看菩萨六度里面讲布施啊，布施的心就不是恭敬到基础啊，供养的心恭敬到基础了。你看，一般菩萨修布施，普贤菩萨修供养，供养跟布施没有两样，用心不一样啊，最极恭敬心，那个布施就叫供养。所以不仅是对佛供养，对一切众生都是供养，平等法，这是普贤菩萨了啊，广修供养啊，对一切众生，特别是法供养啊，《金刚经》里面佛告诉我们，一切供养中，法供养为最。经里面为我们举出了七条，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真正要存供养的心。你才会有供养的事，才能叫一切众生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，不可以没有心呢。啊，常存利益众生心，常念着希望一切众生呢有缘遇到这个殊胜法门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唯有这个法门，能令众生一生得度。其他法门虽然好，一生成就很难很难啊，因为所有一切法门唯独这个法门待业往生，其他法门没有待业的啊，没有待业呢一定要断惑才能证，
那个断惑就难了。我们想想，我们自己有能力吗？我遇到禅宗的大德，我参访禅宗的道场，我对他尊敬，我勉励他真参实修。他问我啊，你为什么不参禅？为什么你念佛？我老实告诉他，我不是参禅的材料啊，我没有那么好的根性啊。那是为什么呢？世间初禅，这不要讲初世间了，初现禅高了。世间初禅要断五欲，财色名食睡，真正不动心了，这才能到初禅了。而不是说你离开呀，离开你还会动心，不行啊，你还在欲界啊。我说我能力办不到啊，我还会动心呢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我要搞禅，我自己明白，我初禅得不到，我离不开欲界，自己要有自知之明啊，自己骗自己，那这个人就完了，什么都谈不上了。自己不能骗自己啊，五欲这个念头习气断不掉，没法子成就啊！大乘佛法无论修什么法门，修到最高还是在欲界天呢，色界都没份呢。我回过头遇到净土法门，可以待业往生，我这个烦恼习气不要断能往生，这个对我有用处。我凭这个法门呢，能出得了三界啊，超过了初禅，超过了四禅，超过了四空，再往上去超过声闻缘觉全教菩萨，这么好的法门，我怎么能不学呢？啊，所以一定要想想自己是什么根性，再细细观察那些法门需要的条件，我们果然具足，行，可以学。若是勉强，勉强就不一定啊，没把握，这个事情我们不能干啊。我们在这个时间不长啊，所以决定不能够做没有把握的事情啊。这是我们选择这个法门啊。我同样的，我们要把这个法门介绍给像我们一类根性的众生，就是没有能力断惑的，没有能力离开五欲六尘的，咱们学这个法门。啊，这个法门呢，行，能有成就，啊，容易修啊。法功扬为最，念念当中啊，要知道用这个法门去供养一切众生啊。那么我告诉大家，这个是念法啊，一天念九次啊，一次只要一分钟。对于现代人啊，在这个繁忙精神生活有种种压力的人，
这个方法非常有效，啊，不妨碍他的工作，而且对他的工作有好处。啊，这个方法呢，许多同学用这个方法去做，做了两个星期、三个星期，就打电话写信告诉我，很感谢，很有效果，很欢喜。这是应当啊，普遍去推广的。假如他一生当中真的不断求愿往生呢，决定得生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符合大势至菩萨的标准，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。啊，这个方法比慈云灌顶法师那个十口气啊，那个方法还要方便，啊，还要有效。啊，慈云灌顶大师那个方法呢，是给人家很繁忙的人啊，没有空的人呢，用作早晚课。啊，那么我这个方法呢，不是在早晚课当中做，是一天当中，啊，要做九次。啊，除早晚课之外，三餐饭三次。啊，上午上班下班两次，下午上班下班两次，九次。啊，一次都不缺，一生都不缺，决定得生。你看，不妨碍工作啊。啊，所以我们也要用这个法供养来供养大众。啊，第四，忏悔业障。业障很麻烦。所以首先要晓得什么叫业。啊，有很多同学来问呢，业障怎么消除？我就先问什么叫业，啊，什么叫业障？他不知道，业障不知道怎么个消业障，怎么消法呢？你晓得什么叫业障啊？啊，业，用现在的话来讲啊，就是活动啊。我们心里面起心动念，意的意的活动，口的言语，身体的造作。当你活动造作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叫思。啊，我们讲你在做什么思啊？造作的时候是思，造作完了之后，那个结果呢叫意。所以业是造作的结果，那么这个结果把它归纳，不外乎三大类：善业、恶业、无忌业。啊，无忌就是无所谓善恶的，啊，非善非恶的。善恶的标准从哪里定呢？凡是利益众生的是善。啊，佛法这个善恶是这么分的。利益众生与自己不利的都是善。如果是利益自己不利于众生的，这是恶。啊，所以佛法善恶的标准呢，是在众生，不在自己。啊，这个要知道。也许有人问，那对于自己没有利益，那我要学他干什么？佛为什么不叫我们求自己的利益呢？诸位要晓得，佛法自始至终啊，没有别的，叫我们破二执而已啊。大小乘经论里头讲的太多了，
我执破了，六道轮回就没有了，超越三界了。法执破了，就成佛了。由此可知，这两种障碍是业障啊，这两种大障碍。人起心动念都想自己，你这个我执别想破了。为什么呢？念念在增长我执，这样子跟佛所讲的原理原则完全相违背了。所以佛教给我们，特别是教学大乘人，起心动念想众生啊，念念的是一切众生，决定没有我。这样久而久之，这个我的念头啊，自然就淡了，自然就断掉了，不断自己没有了啊。为什么呢？他从来不想我啊，起心动念想众生，这个方法非常妙啊。比那个小乘人恶要断我执啊，好难断呐！啊，这个大乘这方法巧妙多了，啊，让我们起心动念为一切众生着想，为整个佛法着想，啊，不要去想自己，啊，自己什么都不要去理会。也许是最现实的，那自己生活问题，生活问题也不要想。啊，有很多同学说，法师，你出家了可以不要想，我们在家人不能不想啊。哎，你出家有人供养，我们在家谁供养我们？其实你错了，这个事情不论在家出家。你真的能为众生想，能为佛法想，你有苦难的时候，护法神来帮助你。啊，可惜什么呢？你不相信嘛。幸福好难呐。啊，你对他们有信心吗？啊，你天天动脑筋想办法去赚钱，不相信佛菩萨送钱来吗？那有什么法子呢？啊，你不相信呢，他这就不管你了，没法子。你真相信，他真照顾你。啊，很不可思议。啊，真的要相信佛了。啊，我这个是早年呢初学佛的时候。张家大师教给我的，啊，我对于老人家非常相信，老人家不骗我，我一生遵守他老人家的教诫，啊，他告诉我，你一生什么都不要去想去，啊，你的生活一生呢，自然由佛菩萨给你安排，啊，什么都不要操心，我就很听话。我的一生呢，从来不操心，从来不想自己吃什么穿什么。嗯，自自然然由佛菩萨送来。啊，你看这个日子过得多舒服，过得多自在呀！啊，如果要我就操心搞这个搞那个，那累死了。啊，我非常感激老师啊！啊，这一生这样幸福快乐，老师传给我的。啊，老师也常常劝别的学生啊。那些人不相信，不听啊，是不是？那就得不到了，啊！我很相信，我很听话，啊，依教奉行，啊，一生都是佛菩萨安排的，啊，安排的顺境喜欢，安排的逆境我也喜欢。为什么安排逆境？大概消灾消业障吧，所以很欢喜，啊，没有不欢喜的，顺逆境界。都欢喜，知道是佛菩萨安排，一定不错。啊，这个要有坚定的信心的，啊，你才能够得到受用。
业呢，它就障。障什么呢？最浅显的障清净心。啊，用净宗来讲，障一心，障不乱。啊，你得不到一心，遇事心就乱了，这就苦了。啊，所以这个业障啊，要晓得消除。啊，业是造作。啊，所以我们想到这个，看到人生很困难。啊，想想我们小时候念书，啊，上那个课堂，啊，现在学校我们也去看，不晓得了。我们那个本子啊，叫作业簿啊，你看看，这校业，这作业呀，这是作业，这怎么得了？那从小孩就训练他作业，这是作一辈子啊，这哪能消得掉了？啊，那个作业就是造业，啊，从小就叫他造业，这个麻烦大了，啊，所以如何能消业障？那么现在我们懂得了，念佛就消业障，啊，起心动念一切造，念头起来，最重要是意。念头也起来了，不管是善念是恶念。禅宗讲得好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知。啊，念起来算是业，是业障，觉呢就消掉了。啊，我们的觉就是一句佛号。啊，念头一起来，第一个念头啊，不管它善与恶，念头起来，第二念就是阿弥陀佛，压下去了，这业障就消了。控制住了，啊，不要让念头相续，啊，要让佛念相续，啊，杂念不能让它相续，这叫真消业障，啊，所以大家念佛念经都是消业障，啊，念经就是念佛了，啊，你经上不讲吗？忆佛念佛。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读经经上所讲的一真庄严，常常想着一佛，啊，心里面常常挂念着佛，口里不念，那都是念佛，啊，心里常常有佛，啊，心里头常常惦记着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常常想着这，不要去胡思乱想。啊，你要记住，胡思乱想是造轮回业，一切法从心想生的，不得了啊！啊，为什么不想佛呢？为什么不想极乐世界呢？啊，想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那是成佛啊，想佛就成佛啊，想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。这就得生极乐世界啊。经为什么叫大家念书？为什么叫大家念一部经？一部经念书你会专想，经念的太多了你就乱想，啊，你就杂想，反而坏了啊，那很大的机会呀。念一部经，啊，想极乐世界，想阿弥陀佛，绝对正确，啊，这真正消业障，啊，再重的业障都会消除。业障消除之后啊，那个境界不但身心清安呐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事事都顺利。就没有障碍啊，不称心不如意是有障碍啊，没有障碍就称心如意啊，啊，所以这一定要忏悔，念佛就是忏悔，念无量寿经就是忏悔，忏悔法里头第一忏悔本
那么底下随喜功德，随喜功德是对治我们无量劫以来一个很不好的习气啊，什么习气？嫉妒障碍啊，看到别人比我好心里就难过啊，这个毛病啊是众生无量劫以来都有的，不要叫的，与生俱来的。你看看那个小孩，不懂事的小孩，这个一两岁啊，两个小孩你要给糖给他吃的时候，一个给他一个不给，你看那个就生气，那个就嫉妒啊，那个多了这个少了，他的那个嫉妒心都表现出来了啊。所以这个烦恼是与生俱来的啊，坏习气。普贤菩萨特别把这个法门定在这个地方，教导我们不可以嫉妒。嫉妒不但是对人不会产生障碍，对自己产生重大的障碍。由嫉妒引起嗔恚，由嗔恚引起堕落三恶道，这个麻烦就大了啊！所以一定要懂得随喜功德。随喜，看到人家有好事情生欢喜心，不但生欢喜心，我们还要尽心尽力地帮助他成人之美。诸位要晓得，你帮助他没有力量的时候生欢喜心，他有多大功德我得多大功德。他说那个功德好辛苦啊，我得来的不辛苦。这个要有智慧啊。啊，我们在这个《坛经》里面看到，六祖慧能大师得法的时候很年轻，同学对他非常不满啊，认为他太年轻了，这个资历太浅了，怎么老师把衣钵传给他了？大家都不服啊，啊，所以要找他把衣钵夺回来啊，这个不能给他。他在猎人队里头夺了15年了，隐名埋姓了，藏了15年，渐渐平淡了，这才出来啊，出来了广东啊，就是现在的光孝寺啊，遇到印宗法师啊，印宗法师在那里讲经啊，印宗在当时是南方很有名气的大法师啊，提到印宗没有人不尊敬啊。啊，这是偶然的机会啊，底下的时候那个旗杆上挂的那个幡呢，风动幡动，你们都晓得，大家都争的不休的时候，他老人家到了，你去说了一句话啊，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，仁者心动啊，大家听这个话很有道理，传到印宗法师那去，印宗法师召见，这一问一问一答，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印宗不但不嫉妒啊，拜他为师啊，这个还得了啊。所以印宗的德能给诸位说不在六祖之下了。
六祖要得不到印宗，他纵然是传法之人，要想能够弘化一方，他要费多少时间，要费多少精力啊，才能建个道场，才能让大众对他信任。在印宗一个人，印宗整个几十年的基础基业全部奉献给他啊，自己做他的徒弟，他自己所有的徒众当然都是六祖的徒弟，所以六祖的成就是印宗法师把他抬起来的真正了不起啊！所以你们读《坛经》只晓得六祖，你要记住印宗比他更高明啊，真的菩萨再来啊！今天世间哪有这么大度量的人啊？把自己整个基业的时候统统奉献出来，毫无保留啊！啊，这是为佛法，为众生，没有丝毫为自己念头啊！所以他遇到六祖这一开始之后，印宗就见性了，明心见性啊，就证如这个境界啊。禅宗里面讲大彻大悟啊，六祖一生，我们在《坛经》里面看到记载啊，在他麾下这个见性的人，大彻大悟见性的43个人啊，这都不是简单的啊，都是属于真正的再来人啊，所以随喜功德非常重要。印宗就是把随喜做得很圆满啊，做了个样子给我们看，这才叫真正随喜啊，全心全力啊，成就他，让他来教化众生。六祖所度化的这众生，通通是印宗度的。六祖费那么多力气去度，印宗不费力气度了那么多人，所以印宗比六祖高明。啊，你们大家细细想一想，你就懂得怎么修随喜功德了，你就喜欢修随喜功德。知道如何来修随喜功德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